我开电台啊。嗯。好了好了。晚上好。好疼。来了。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。来了来了，我现在收回了我38.5块，好开心，我白吃白喝一晚上。哈喽，晚上好。我都不想上去补口红了，我在下面喝汤呢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你吃啥了？我的茄子，茄子放辣椒了，喝点水。谢谢酷乐，喝一口。要不要尝一下？我尝尝。桑葚五黑茶。对，感觉到很好。背景好辣。我感觉跟那个薏米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哦。谢谢酷乐，谢谢奶茶。谢谢艾菲的棒，就方便来看了。哪个猫奴啊？对他们那个群里会有。消息通知的，对，有点热。我本来说上去拿补个口红的，后来懒得上去了。想别想，然后我上去一点。你要上去？我一会儿就下来，我上去一会儿就下来。我就不想下来就不要上来。我要下来喝汤呢。玫瑰花，谢谢猫的玫瑰花。怎么你们老是一起出来送玫瑰花？你们送情侣玫瑰花？天，渴死我了，小猫咪。我在直播呢，我来找你直播，哥哥。然后我还把我自己就那天我来找你直播，哥哥。你们说什么？说你一个人？你骚呢？没有人在意我，我在意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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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哥哥。受折磨，不会有人在关心我。我关心你，我关心你，没关系，我爱你。他给我补了38.5块，哥哥。啊，行，我白嫖了，呵呵。我就说，我刚才就跟他说不要让他补啊，他补了你就成白嫖了。我是白嫖，我就是白嫖。北京中心的饭好吃吗？不好吃，但早饭好吃，早饭有阿姨做。然后我把我那天给韩雪助演的那条工装裤给我没有不管、啊、这不在看的吗？晚上好。一个人了，他给我什么？所以那天我助演穿的我刚是那条破洞裤，陈真那条破洞裤穿都穿不进去，因为就是腿就是经常穿都不知道哪个洞里面去。我刚那什么，我刚给他刷了38.5块，然后刚刚凤姐给我刷回来了。从今天开始单推猪猪，你看看就是他，他说他要单推我。Go，Go。好的，我把你纳入麾下，我们以后不去看他了。你给我刷38.5块，我给他刷过去。你别刷去了，他现在看地友呢，今天可开心了。你给我刷38.5块，我给他刷回去。你给我刷个发电，我给他刷38.5块，我也只能提那么多了，对吧？我把我的全部给他。你给他，他给你发话，你就给我发话。我发电，我能提38.5块吗？啊，发电还能提多一点吧？不知道啊。我走了，再见，朋友。你怎么走了呢？我播完了呀。那我去，那我播。你播。我要去拿充电线。拜拜。拜拜，爱你哟，哥哥，么么么。记得给我吹吹哦。谢谢宝皮龙的玫瑰花，实名安利别人。哎呀，你说说。谢谢宝皮龙的两朵玫瑰花，
哎，我跟他拜拜，我没有那什么。哪里背刺你？这是明着刺。不刺，什么都没有发生呢。哎，我在直播。哈哈，我要下去拿个充电线，然后下去喝汤。怎么了，冰墩？怎么了？怎么的了？怎么的了？你来。你怎么死迷养眼的？你怎么了？你看看镜头。因为你也看。哦，对，你是看。他确实是看。冰墩。看看星星，星星，星星，星星这样的，哈哈哈，去吧，哈哈哈，没有人在意我，我在一个人的角落，我的口红呢？它不丑。哎哎哎，我的柜子怎么打开了呢？耶，哦，打开了。My 口红呢？我去，我知道为什么打不开了，因为它夹住了我的蝙蝠。我的口红不在这里面呢。谢谢丰田又给了我77个，又给了我38.5块。你好喜欢38.5块，我也喜欢38.5块。我这就我一会儿下次他直播我就给他刷回去。这么黑，这是我的床上，我记住这个教训。我没有，我刚白嫖，我还他被我亲了，他被我亲了呢。他现在被我染指了，他不干净，他被我染指了。不准刷，我给他发了个公开翻牌照，现在都不回我，太过分了。你居然不认识默默，他要破防了。啥？我说我刚刚给哥哥刷了38.5块，然后他现在给我刷回来。他当时在哥哥直播间跟我争榜一，争完他现在给我刷回来了，他还给我双倍还给我了。你也没认出来啊？为什么我那么好认出来？补个散粉看还有什么用？掏出我珍贵的散粉，为什么说它珍贵呢？因为它确实贵。翻牌也没回，哦，那没事儿。他不给我特殊对应，我太难过了。非常好，说明他一视同仁。你抄有什么区别吗？很好，没有任何区别。是那个人，是哪个人？我的庞氏在用着呢，定妆的时候用，这个是补妆的时候用，我分的可清了，因为定妆的时候用的会比较多，所以我不用这个，这个贵。其实我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提亮的时候用，聪明吧？上个月吃橘子买完穷了，这个月买了衣服，买完也穷了。这个月买了，我给你们看，我有一件好看的衣服，但是到现在还没穿，因为它很贵，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看，因为它真的很贵。我买了这个短短的，还有大坎肩，这件穿过了，我记得500那件上衣好像就有，贵死我了。还有萨莉亚，哎呀。镜像一下，我找不到了。这个之前穿过了，红的好看是吧？还没穿过。这套是有一个牛仔裤，我买，我超喜欢这套，我要找个正式场合穿，因为它很贵。这套超短，我喜欢，而且很夏天。这个我也喜欢，但是它有一点，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季节穿，什么季节穿，可能这个季节刚刚好，但是我还没找到穿红色的机会。我超喜欢这件，怎么就随便一穿就很好看，
多贵啊，我看看吊牌，它真的很贵。你看这个上衣要499哦，反正我买这一件的时候吃了巨资，结果他没有给我积分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对，所以我说，我说我要找一个正式场合穿，而且我要循环穿，我要穿到死。这个吊带要199，这个裙子多少钱？这一套真的很贵，这一套真的贵死我了。这个裙子要299，这一套，哇、哦！但我真的很喜欢它，我真的很喜欢它，不能割舍的那种喜欢。然后上个月就买了，但是我现在舍不得穿，因为贵，我舍不得穿。我还喜欢这件，对，小1000，有1000了。这个139，这个还好，一个吊，再别他家就是一个吊带的价格还不错了。这个是，你知道这个毛衣我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那么长的，我以为它只有这样一截儿，我觉得这样一截儿的话它怎么搭都好看，可是它有那么长一截儿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穿。我还有一件这个，去年就买了，全是毛，没穿过，但是确实好看，我每个月发工资我会去逛一次。这个好像穿过，那次穿过了。这个是之前借过雪雪穿，但我自己没穿过。这个借过小莹，我自己还没穿过。这个我也还没穿过呢。这个我本来带去上海了，但没穿上，多穿穿。暂时想找一个尊贵的场合。对，我去年也买过这种衣服，这个是70块钱打折买的。买它只是因为它70块钱，这套穿过了。这套当时去广州的时候买的，但是我当时有点胖，没穿上。对，对，要找重要场合，这个穿过了。这个本来想去苏州穿的，结果也没穿上，因为没时间。这俩都是。对，这个蓝的，这个哎呀，弄掉了，一会儿再。这个也是刚买的，这个是50块钱一套，所以我就买了。下边好像也没啥了，下边裙子，这个值得一说，这个要400块钱，这条要400块钱，可是它确实是好看的，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好看的，而且它就我现在我都搜不到它，它是一个日牌那个。这个红色裙子也没穿过，这个蓬蓬裙穿过了，牛仔一身，牛仔好看。这个没穿过，但我去年总想穿的蓝色的这个，一个灰裙子，两个灰裙，我为什么要买两条？我要悲伤了，一身哪有？我的电热毯，谢谢北辰的好，这条我最喜欢了，好可爱。我最喜欢这条，谢谢北辰的好想猪猪，送你一条，你穿吗？还有粉色的蓬蓬裙，广州穿过了，这个还没穿过，这个就是 T 恤，然后随便搭一个，就是出门随便穿的时候，这个穿过了，这个好像也穿过，这个穿过了，这个也穿过了，这就是外套，还有个防晒衣，可爱的防晒衣，但是我没穿过，没怎么穿过，其实还是穿过很多次的。嗯，值得一说，这个外套我有3件，有一件白的，有一件黑的，有一件粉的。这个外搭真的很好穿。没有这个，我刚寄回家，毛衣、外套，嗯，这个是我的大睡衣，这个是我过年那会儿买的，这个是最近买的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但他忘了给我寄，我给你们说过，我记得。他忘了给我寄衬衫，还在等衬衫呢。这一套也没有穿过，这套本来也想去上海穿的，可是忘拿了，忘了。这套也是本来，哦，这套是我觉得拍照会用得上的。这套也是本来打算去广州，去上海穿。这套是在广州的时候买的，现在没穿上。像这个穿过了，这套是打算拍照穿。这个是特价买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场合能穿，但是它是特价99块钱的，这样我就买。这条也穿过了，
这条没穿过，但我觉得都总有一天能穿得上，但很酷。这个是兔兔，但是它看不太出来。然后这个是我那个精灵的时候的那一套，这个是小蛋糕，也没穿过。还有这个，这个穿过了。这条我是想留着拍一套那种洋娃娃的，这一套是拍过了，然后就不是我的了。嗯，这些是思义的，这条是我的，穿过了，没有了。我的衣服就是这些，你干啥呢，星星？哈哈，女人就是那么多衣服，然后她还喊着没有衣服了。我是这样的人。你们看着我好像很多衣服，但是我真的找不出，就是在那么多衣服里面，我居然找不出一件我想穿的衣服。我有点好奇，等我一下，也不是过时，就是它不是我当时想穿的。天哪，我昨天真是，你们知道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多少斤吗？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是90斤，你知道我，你们知道我今天一天吃了多少吗？我现在有96，我的天哪！我就一天的时间给自己吃了那么多，好厉害！我昨天晚上称的时候还是90斤，没上厕所，可能是的。需要拉个屎。Oh, sorry, 我已经上四楼了。我真无语。食物的重量真的很重。我今天确实吃的多。这个我承认了。我今天确实吃了好多。对，这种吃上去的是，其实上个厕所就没了。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。衣服没有，我把衣服脱。哪个呀？我还没下呢。他们都想当这些狗。我也想当，我想当哥哥的狗。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呀、啊，哥哥？啊！啊！我还没喝呢，我放在这凉一会儿。我。什么？你喝我的汤？我给他热了一碗。啊，你要再喝我给你热。我喝，我有呢，我一会儿喝。我先直个播。我怎么可能直播拉屎？我真无语。那个免费，它是真的很好吃，而且那个奶茶也很好喝，而且那个姐姐特别温柔，你知道吗？她就跟我讲话，跟小哄小孩一样。她跟我说：“哎，我们还有那个奶茶，那奶茶可好喝了啊。”你要记得喝啊，你要记得点啊，我们一会儿走了你记得点一点喝呀，那个奶茶很好喝的，就一直在，就是那个奶茶不要钱，就是它是免费的，但是他就一直在就是跟哄小孩一样，真的。可能觉得，我觉得他真的觉得我是小孩吧，他真的就是他跟我说话就是啊好吧，就是这样，就感觉在哄我。如果要钱性质就不一样啊，确实如果要钱性质就不一样，主要是不要钱，所以我才会觉得他很温柔。主要我之前按摩我都觉得可痛了，然后他今天就很温柔，他说力度够吗？我说够够够。12岁，那我还不能直播哈。小孩就有道理，我们走了，他们还给我们端了盘核桃，说这个可好吃了，你们尝尝。干嘛贴贴？是不是叫我宝贝儿？那倒也没有，他就是，反正他就是现在哄小孩的那语气。不是，不能是18吗？不是18，哦，对，我是18，我永远都18，我今年18，明年18，我昨天刚过了18岁的生日，可能很难有，可能是吧。
反正他真的是超级温柔，我下次去我还找他，我已经记住了他是88号。因为今天不到我的房间直播，我只是刚刚进去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因为 TT 而 TT， 对，美女永远18岁，是吧？猪猪18岁的女孩，真的很好记。我还想说，万一他以后，万一我记不住怎么？我喝汤，我一会儿下了我去喝汤，我播到40，我播到50吧。我还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我可能真的需要去拍个片，但是我又想不起来去。好短的不，我决定明天去，我决定明天上完课跟二奥去他家玩。因为我们放，反正我星期天有事儿嘛，我记得是星期天，还不确定有没有事，他说他要先去踩个点。我还没走呢，怎么就拜拜了呢？怎么赶我走？好，主要我真的觉得好像很久了，别的都算了。我什么时候去查过敏源的时候顺便查一查，嘿嘿。微服私访，对，我要微服私访，访回来估计就没有钱了。我这个月还没有刷酸呢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去。对，我觉得我需要拍个片子看看费，但我已经快没有钱了。索利，他家在定州。他跟我说没什么好玩的，但是就是邀请去他家吃个饭，说他家吃饭很好吃。我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说走吧。但是我说我不会买高铁票，他们嘲笑我，他嘲笑我。不会买高铁票很丢人吗？过去好像1个小时，他说哪里丢人了？我没坐过高铁嘛，携程上之前哦，我携程没有了，我的携程被那个内存不够，它自动给我卸了。12300。支付宝，那我在支付宝上买。铁乐，好。过敏性咽炎咳嗽，那你我不会也是猫毛吧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我应该不是，因为我是动完以后会这样。我被公司，也不是公司，上次去天津也是司仪给我买的票，然后我当时拿着身份证直接就进去了。所以我是真的没做过，所以我真不知道能买机票的哦。那我就知道了，那我就会了，我现在会了，没有人能嘲笑我了，我现在会了，我现在知道了。你们撤回，你们不准嘲笑我，你们给我道歉，我现在会了。你们撤回。还有我的信息，司仪在重庆呀，下次我可以帮别人买，对，我可以帮别人买了，我成长了。你一起买不行，我要自己买，不行，我要做一个会在成长中的女人，我要自己买，我表现我成长了，别人代买，我现在不代买了，我自己买，我会买机票，因为我做过，直接帮我买。那我们自己买自己的会不会那个座位不在一起？哦，这个，嗯，烦死了！不会的，我肯定会买。不会的，你不准，你不要乱说，你不准嘲笑我，不准嘲笑我，你撤回，不许。哦。又找到不用自己买的理由了，你。我们想到可以选连坐，好，起码比较好。你知道我们上次去上海的时候特别过分，我一个人跟别人坐，
就那高铁是那边坐三个，然后这边坐两个，他们三个坐在那边，然后我跟一个外面的人坐在一块，只有我很难过。我没丢人，我一点都不丢人，哪里丢人？我现在我丢人，我就不会把这个事情说出来，所以我不丢人，就买不到一起啊，只坐 F 座，它不是每个座都有下面都可以充电吗？哦 ，F 靠窗，真好，那我也要坐。没人，我真的我可能真的会那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人都是逼出来的，说不定我又找得到了呢，对吧？嗯，我确实会有一点就是没那么喜欢跟陌生人在一起接触的那种，我本质还是一个社恐，我坦然面对，我非常坦然，我一点都不觉得丢人，我干什么都不丢人。只要我够坦然，我干嘛都不丢人。谢谢单腿的荧光海呀、啊，找什么啊？我没有，我怎么在说那个高铁票呢？我一点不丢人，只要我不觉得自己丢人，我就不丢人。那什么，什么什么真哎那个真诚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那句话怎么说的？啊，对，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。买不买到两个人中？哦，我这之前买机票老是这样，主要两个人都是那种比较壮实的那种，然后我在中间，弱小可怜无助，但能吃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出去玩两天，一两天吧。送我一只小鹿，哪来小鹿？谢谢中药大叔的奶茶呀！提前选座，我想不起来有时候，然后有些他不能那个什么，有些他不让选。我没有展示双下巴。你撤回，我不准你说，我没有双下巴。我要去玩了，对，我要去玩了。撤回了消息，我还看得见，我不管。西班牙跳鼠，你是谁？我不相信他是那个谁。我笑是因为我觉得。我不信他是张成毅。谢谢你的蹦迪，谢谢连锁反应的高级马卡龙，祝你会买高铁票。我现在会了，真是他吗？我不相信，登不上用的这个，怎么你给我刷回来，哥哥？你给我刷37.5块吗？你要不对，38.5块。把他关注了。他现在有一个粉丝了，那就是我。晚上好，你会选座？我一会儿就会了，我现在暂时不会，我一会儿看看我就会了。我一会儿就会，有三个了，他小号藏不住了。西班牙跳鼠，你怎么才一级？我都四级了。他有四个粉丝了。七分能换车票，让我，但是要下载。你关注，很骄傲的，我四级了。你也才11级，但是我已经4级了，应该能升级。那他可能暂时还没升呢，等他一会儿就升了。
天哪，你在看我直播，你是不是暗恋我？没那么容易，我反正四级我。什么意思？什么都是四级都是？哪有？哪有？我冲不上十二级。我冲不上十二级，我是死白嫖，对不起。我是死白嫖，我的极限就是一个夜店。你还没关注，给先关注的小号，然后他有几个粉丝。那还有六个粉丝了。好吧，我也是白嫖大哥，开个会员充两，我不要，我一年的工资有那么多，我要有20000，我去植发了，我还充十二级呢，我有病啊，超爱，为了我暴露小号，天哪，他好爱我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上次那个阳完在那什么甲流完以后，我就老一直在咳。我不知道是他需要很长时间来好还是那什么，不行，我的发际线太高了。对啊，有20000谁充鸡腿啊？充给我的话另说啊。51了，那我播到12点吧。有20000的话，充给我还好，充给别人就算了。看看发际线，给你看。给你看看，阿哥不怕，不畏惧，不畏惧你的看，我就是阿哥，我承认了，我是阿哥。Hello， 好那个，我哪个了？我咋了？贫穷，我也是贫穷大学生，蒲公英，蒲公英怎么吃呀？我乱染，我没乱。染，我下次公演我就把它编起来，我就是阿哥，我 cos 阿哥，泡水喝。那我等我买，我还有金银花，我记得我。哎呦，蒲公，啥时候十二级？那你们助力一下他。你还差1000块，那我教你，你给我刷个发癫就十二级了。慢慢说，我有底气，我非常有底气，我理不直气壮。姐，你们给他拼多多一个助力十二级，可能是因为他请你吃饭了。不，十二级还是有用的。你看，你进到别人的直播间，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大哥。你能不能追？人家会觉得你是个有钱人。这样的话就逼肯逼到了。我们一级都离。那大家也都是从一级升上来的，对吧？羡慕大哥，我也喜欢用。我今天还拼了个，我拼了啥呀？我拼了一个口呼吸贴，我想起来了，还没有人跟我拼，我很难过。我买了个口呼吸贴，没有人跟我拼，没有人跟我拼多多，要等24小时。我很难过，羡慕大哥，那有大哥，几百块能买12级，真的吗？但他要几百块，他要几十块我就买了。对，我买了个口气贴，居然没有人跟我拼带拼。嗨，这要考试了，好紧张，你已经紧张了好多天了，你等着要考了再紧张可以吗？你不要提前那么久紧张，免拼不要。
口呼吸真的，啊，可是口呼吸醒了，你整个嗓子都很难受，整个嘴巴都是干的。发在微博拼团超，怎么还有这种东西？我坐着呢，享受切身那个完美的坐姿。不愧是睡衣，我这种屌丝穿的好看。看公演，看哪的公演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以后就这么直播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抖音的那个？那个，哎，我该怎么给你们？我把你们夹在这儿。那个，22号，哦，想起来了，好紧张，别紧张，我没有刷吧？别瞎说，你不许乱说。你撤回，希望无意能呀，无意能呀。我们还要学一首那个歌呢。北巴现在工资，你说底薪吗？那绝对是没有的。你知道我今天听那个什么？我今天听那姐姐跟我说，她在南方认识一个网红模特，那个模特一天8000块钱。我说我一个月都没有那么多钱。不准说，我没说呢。差2分钟了，没，刚刚没唱，你怎么不撤回？真无意，对对啊，是吧？我觉得是。70周年耶、yeah、不然你看也没时间办呀。我谢谢心平气和的棒，对，你要心平气和。五千，他说他在北京就是认识的模特，好多都开始收费了，就是人家800块钱一天。我说，人家干个几天就是我的工资了，干个那么2-3天、3-4天就是我的底薪。看不到省钱了，嗯，真的吗？那么多钱？他说人家8000一天，然后人家还接单接广子什么的，好富有啊！我偷偷去干，惊艳所有人，然后被告，确实，偷偷，然后到时候你们就在法务部看到我的名字，你说有机会上个热搜吗？我惊艳所有人，当老赖。我坐绿皮火车，绿皮车能坐吗？应该是能吧，我记得上次你们跟我说是能坐的，都会买一个热搜。天哪，我会拥有人生中第一个热搜。也挺好的，挺棒的。然后去考个公务员，什么时候出五一安排？等5月份的时候。五一安排应该4月底吧，4月25以后。对，绿皮车要睡衣，你怎么办呢？我要真被告了，我也只能睡衣。叽叽国，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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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，又是一部片。你听一席话多有意义，你听了我的一席话，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有没有时间？应该是可以的，我觉得。去上海，怎么你们五一都有事儿，就五一要上班？去上海还是在北京呢？那你自己抉择吧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阻止你是吗？那个就是上班，你怎么也在上班？你去告他们，不用谢。家里蹲，哎，祝你不知道。
我还上班，我上班了，我还上了班。我五一不上班，我上班呀，我上呀。五一去上海，上海有什么呀？五一，北京，每年真等我来，哎，我什么时候能开全国巡演？你自己阻止自己。所以五一有什么呀？每周只能等我，你应该等的不只是我，但是我相信你，就是还是有我的一席之地的。谢谢你，其实你来上海办，那不是我说了算的。对呀，520没空，你到时候再去，那有啥呀？哦，到点儿了，拜拜拜拜，晚安。哦，在几株？我封面在捡垃圾呢。谢谢麦麦的爬，谢谢女王的爬，谢谢康的爬，谢谢橙子的爬，谢谢豆豆的爬，谢谢季月的爬，谢谢十三的爬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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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安晚安晚安，我去喝汤了，再见。谢谢连锁反应的爬，他偷窥我，好奇怪哦，晚安晚安。谢专业的医师傅没啥，的医的爬，呵呵，刚讲好吧，我以为你偷窥我呢。谢谢柴妖醒的爬，拜拜拜拜，真下了真下了，拜，不信。